对，结果等我妹哦，她因为她假期到了，她要先回台中，是不是又少一个，就找我下去了。后来我就 OK， 我就只要有空陪他们打一下下，然后就很开心，因为你认同他的兴趣，对，但我还是有一点坚持，我说好，在这里要听我的，不能打太大。打最小的这样子，小赌怡情，这是什么原则啊？明明都说已经要不要那么盯了这样子，而且我觉得根本就是你金牛座那种很抠的个性使然。而且之前哦就很奇怪，他们上了台桌啊，完全哦，我跟你讲，不留情面，不认。该给爸爸蓝湖的什么的，然后都常常大吵，都吵架啦，会吵架，对，吵架，我都出来当那个，我说不要玩，收起来。我真的是有时候在旁边看他们，我摇头。为赌伤和气。我真的是摇头，你知道吗？台桌上就没有父子啦，父子可以就对了。对对对，可以见到这个人的真性情。对，后来我就跟他们说，看一个人的品性，看他的赌性的品性就知道，还有酒品，酒品哈。对。好，我们待会再回来聊。无人会当强迫我离开伊身躯。无论时间爱我久，任何苦也甘愿受。无论命运变怎样，我永远放手，不甘乎你为我沾目睭。我会用我的手，为你阻挡无情的风。强迫我离开伊身躯，无人会当代替我听你的心事。无论时间爱我久，任何苦也甘愿受。无论命运变怎样，我永远放手。甘乎你为我沾目睭，我会用我的手为你阻挡无情的风雨。再次回到林可的飞扬满天星，这里是 FM 八九点五飞扬调频怀旧金曲广播。今天为您请到这位台语天王啊，而且呢，这次呢，在过年前，今天小年夜呢，他是最后一档的通告，终于来到我们的节目。我们欢迎多年的好友汪丽友。哎，林可好，真的，刚刚讲到多年的好友是真的，林可呢，从你第一章的时候见证你到现在，我觉得。看到多年的老朋友，其实还在线上这样子，还没有消失的。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很棒，都很棒。好，那有坚持啦，最重要是坚持，坚持哈。然后对，肯跟时间去一起做一些妥协，然后就算再怎么样的不景气，然后有一些东西，其实以前也许是。你不要，以前可能领的主持费是很好的，然后可能后来现在有时机不好啊或干嘛的，那难免有一些会被降价的啊或干嘛的，这种有一些要妥协的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你一直要做下去的，你就可能真的要有一些，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时机可以去跟大家勉励的。哦，你刚刚讲到这一点哈，就是说人的存在价值，我觉得哈，不是那个金钱，你的薪水，或者是你的做一场活动啊，或者是你一个月的薪水多少？我觉得，像我后来为什么，我觉得施比受更有福，或者是有舍才有得，这个我慢慢去实践这两句话，我才觉得哇，以前的人太有智慧了，因为其实这几年我真的太
太感恩了，因为是大家给我的，是社会大众他们支持翁立友去 KTV 唱翁立友的歌，去很多的通路啊，唱片行、大卖场买我的作品，所以把立友拱上来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当我有那个小小的能力能够去付出的时候，我就做了，我不想那么多。像我，只要一有空，我会跟那个一些好朋友去买礼，圈外的，圈内的也有，圈内的也有，跟阿姨，然后去买米，然后就自己开着车去送到那个育幼院，或者是只要有时间就是去那个老人院啊，对，老人院通常他们都有卡拉 OK 的设备，那我们就去唱一些老歌，就很低调的，在没有任何的媒体的状况下，就像小燕对不对？我们谢金燕前几天也是被拍到说，他就去采买大扫一个怎么那种大卖场这样，然后他提去育幼院，然后怎么样子被拍到了，他也不想让人家知道这个事情。不用，我觉得还有去那个监狱啊，来听，我觉得好棒哦。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比你去可能去做一场商业，那开心、那个心灵上的那种感觉更好，然后你会觉得说，慢慢回归到现实面，你就比较不会去care说，没错，用我的这个薪水或者是什么来证明我的身价，你懂我意思？然后因为这样子。以前可能我不会跟爸爸说谢谢，或者是跟他做一些比较肉麻一点的肉麻的事情，就是会开着车，或者是问他说：“爸爸你今天想不想跟我去露营？陪我去做个活动？”我就因为关系变好，你会觉得说他连外人我们都可以讲爱跟信任，对不对？那我可能说自己的亲人那么亲，因为以前真的是反正每天碰得到面或是家里的人，那真的就是人家会觉得你好像跟朋友的热络或干嘛的，那我们反而还不及家里面的陌生。那其实因为家人亲人你说最亲的，对，其实也是因为最亲，然后也是全世界距离最远的人，因为家人呢，大家共同相处呢，其实彼此之间都已经不是一张白纸，因为也许他做错了很多事情，对，然后我们可能都一直因为他做错事情，然后一直在原谅他，一直在什么妥协什么什么的，或者是因为他很多不好的习惯，我们一直叫他不要这样子，可是终究还是亲人。你会慢慢是，他没有在长大，没有在成长，可是我们有啊。那如果我们一直在成长，一直在长大的时候，为什么不能够去原谅他呢？或者是去接受他？我就慢慢会去想这一块。没错。来，我们来听这一首歌呢，还真的是跟这次专辑有呼应到。但是当年的翁立友呢，在大曲的时候呢，出了一张专辑是。1998年的时候了，对，那时候出了一张专辑，叫做《跟青春拼死命》啊，跟这次的那个棒手拼放出表，哇，真的是，来，我们听这首歌曲，当年还是跟于天大哥，对不对？于大哥，帮立友一起画画，来，我们听这首歌哦。有情风雨大大，伊要来我城市有一过乌一段，无中人唔通搁行，咱的爱并无孤单，不免看，也不免送，伊在咱城。妈的车等我，等我来接你回家。站在当瓜猛听这一张，哇塞！
这又是另外一个高峰了。啊，其实应该算是高峰不断了。你挖满听这歌，因为又白呀，然后又，你知道吗？那歌唱起来就是那个一听就觉得一定重的嘛。对。对，没错。所以坚持跟汪猛听应该算是你到现在为止唱到快烂的这两首最经典，但一定要每次出场一定要唱的歌，对不对？但是有时候，比如说最近在考这个耳牙腔，我会我顺便介绍几个给大家。那因为类似的这个歌曲放手也是很适合，也是很振奋。对啊。那唱完之后，我又唱了另外一首，现在在风水世家当主题曲的这个《鸳鸯路》。唱完之后 ，OK， 大家一样可以鼓励，就是接下来呢 ，AI 的编曲，一样可以接，都在开冷气，就会这样。就会有一个加码区的。对，因为坚持好这么说好了，就是说这几年利友常常有机会可以做一些选举场活动，或者是尾牙，就是因为很多的公司行号，对呀，他们的主题曲或他们的 slogan， 他们就是坚持。对，那种不外乎就是一些什么那种跟经济比较有关的那种房地产啊，或者是做一些那种类似像什么行销直销的那一种的、啊，或者是说什么是因为歌迷取得太有力，真的太铿锵了，各行各业都适合。因为你看哦，现我觉得各行各业其实都一定要用这个信念来支撑，一定要坚持嘛。因为你放弃只要一秒，可是你要坚持，可能是要用你生命或者是你一辈子来成就这个事情。没错，所以这个坚持，这个我觉得这个 slogan 太棒了。真的，可是到底坚持跟光明听这两首，你自己比较爱哪一首？讲真的。其实我觉得我说实在不是官方语言，就是都很有感觉，因为每次刚刚你说是不是都唱得快乐我每一次唱，我每一次都是用那个真的一种感情在唱，因为全场都会跟你一起唱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 feel 就来，那个自己全程都感受到那个起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。尤其是在唱坚持啊，坚持，那个坚持就是，它就是好像在唱光我的一切人生。就是前面的路不知道怎么多苦啊，多难过，但是走一次算一次，这样娓娓道来。对。那你看这个90年代呢，有一个爱表现啊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到了这个2000年的这种年代呢，我们终于有另外一首歌可以衔接，对，就是坚持这一首歌这样子。对啊，好，讲到这边呢，我们来听啊，汪猛听这首歌呢，其实你知道吗？连我们家的远在美国的小朋友，好、哦、那种大班的到3年级的都会唱，你看。他车上我爸爸一直在放，跟着阿公在那边听的，我妈就在那边唱我们听，然后就他有一次回台湾来，我说那个你知道小混血，我就说喜欢听什么歌啊，我原本以为他会回答什么罗志祥啊王力宏的这样，没有，他说王力宏，我就王力宏，因为我都有时候寄一些 CD 过去给他们听这样子，然后就他们就说王力宏，我说什么歌，然后他不会讲歌名，他直接唱那个啊，我们听有没有？我们听太可爱了，真的很可爱，就歌喜欢的族群，因为就朗朗上口，来我们听歌喽。我们听，敢袂当卖创治，搁再爱你，折磨是我家己。我们听。敢袂当卖创治，想要放袂记，我不得不甲水沾面。放我的雨，敢讲是咱饮的泪，不愿面对现实，梦中水沾面。我们听，敢袂当卖创治，搁再爱你，折磨是我家己。我们听，敢袂当卖创治，想要放袂记，我不得不甲水沾面。